打野 Nico 吗？我去，我以为是打野蜘蛛辅助 Nico 的。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欢迎来到英雄联我都很久没见到这东西了，那时候刚改版的时候我还有见它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啊？怎么整的跟网游一样呢？什么下本三缺一？就在今天，全军出击！来个前排，来个奶。有时我会觉得是种传统。下路肯定在追。他红开估计要抓上的，给上路 king 一下，我们闹事也抓下路去了，他也刀三了，扎卡利没 W，他必被抓，他不走马上死了，他从这边闹一下，他眼可能放在这的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所以我们这个龙坑里面下来，这个路线可以给他左右的眼位避开啊。发起进攻！早就该留人了，留太晚了。我们这边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口子很好抓的。这再勾个毛，这都没抓死，浪费实干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有个眼，这必死的，我真的说，这勾的有点绿色。16个刀。他给 E，一颗无视他的 E，跟他走。我操你！你还不如不来的。我这波单杀的，他直接给我 K 掉了。大家晚上好，什么玩家除外就不用我讲了吧。为了父王，
五分钟提亚马特，如果钱够优先残暴就残暴，不要卡装备呀、啊、这个钱不够的话就提亚马特，主要能从红区开始刷，刷的会比较快。清理这种群体野怪比较方便，别怂啊，干就完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还行，这骂的炽热骑马有用，已经比90%的骂的玩的好。看到太多不正常了，稍微你正常一点的你都觉得玩得很好。其实本来就应该他做到的，没有期待就全都是惊喜。你和吉亚马特二 A， 再刷个两组也可以回家买亵渎了。敢违抗我的意志，有点幽默，有点搞笑的功能。他对自己有点不自信啊。尼可在吃我的剩饭吗？让我看一下。你看他打了半天，第二个都没打掉，这是为什么只打第一个呢？因为后面有盾，而且后面两个的经验加起来还不如第一个多呢，所以打一个就好了。最关键是，这你花的时间多，你还容易被抓啊，风险很大这样子。
操，这墙太厚了，给我棋子卡住了。正常来讲，这波应该再蹲他一下子。哎，直接闪现啊！给他来个终极示范。俄马西亚，永世长存。直接跑了，很机灵的小伙子。这种极限的 EQ 后的墙体就会像我刚才那样子，很容易被拉断了。这蓝宝回家了吗？没事，我等他。右上角11分55秒左右人会死啊！哎呀，伸个懒腰，马上来了，应该差不多到二塔了。A 起手 ，A EQ， 再 A 二 A 血毒。不是我血毒为什么没暴击呢？刚才明明半血一下了呀，这蓝宝可能有大。拉卡利能杀他吧？进个厕所。有二不秒他吗？当除奸邪。这蓝宝多蓝，还有 W 点了一个绿色的。为了父王，这亵渎有时候不，他判定有问题啊。如果你第一时间打到半血以下的话，你用的比较快，他就会那一下伤害没暴击啊。你得稍微过个半秒左右，等那个判定才出来。你 A 完马上按亵渎，即便血量是半血以下，它也没有暴击的效果。有的时候会这样。那打一我们的 EQ 控制抵消，再 A 亵渎，去收 S 吧，打字。喜欢打字，这个线直接拆，拆了我这波就蹲不到了。可以先秒蜘蛛，蜘蛛伤害高啊，先放他走，杀 EZ 吧，多杀一个。过来，他只能先秒他。蜘蛛杀完，塔拆完再打龙。EZ 怎么来的有点慢啊，这 EZ 明明一起死的，我估计等了点钱买了个装备啊。这 EZ 距离不够啊，这蜘蛛来脸上只能杀他了，没办法，别让他撞枪口上来了呢。这边控多 AP 多，直接水银血了。永世长存。EQ，亵渎。
差了一点点血。兰博给闪了吗？我没看到，没戴耳机啊。你们听到了是吧？可以。你们就是我的，你们就是我的耳朵啊。给他几分钟给的，待会回放看一下。很细啊，这老蚂蚱了，他这个连招挺细节的 ，Q 完马上啊，但 Q 完同时打到，因为。用 R 给他定在 Q 的原地，我愿称之为年度最佳。他这连招挺细节的，Q 完马上啊，这样的话 Q 完同时打到。暴扣！违抗我的意志！攘除奸邪。回家来个圆弧，开始杀猪。为了父王，他这个宠物蛋一点都不如以前的打野刀。这打野刀 A 几下就是 A 几下，他现在这个宠物蛋会，他会空 A 假 A 甚至不 A。我觉得这个蛋换这个刀换蛋是最傻逼的一个设计，只要你是玩打野，你会觉得很蠢。以前那个刀你刷野，每一组也都会有额外的金币的，现在你只有小点心的时候才有，这改动是最蠢，满满对打野的恶意，我真的讲，最恶心的改动没有之一。
他其他什么改地图拉野我都能忍，这唯独这打野弹有点忍不了，但是你又没有什么办法。沟通一下，他正常的频率的话应该是打野弹拍两下，你看一下两下，你看一下一下两下，对吧？但他有时候他会站在原地他不打，或者说他打了不造成伤害，这种情况都是有的，或者他少打我也碰到过。原本他打两下他只打一下，甚至他不打或者打了没有伤害，这种情况我都碰到过。点死他，点死他，双杀，可以。来个冰刀。哎，我这个闪击被对面爆了，应该是不会点了。可以，我只能说，这个人头送的很有节目效果，这不让对面爽到了，对面爽到，我们待会也能爽。这不让对面爽一下，要投降了。我们说这个人头送的很赚啊。你敢违抗我的意志，为了父王，你在干嘛？想秀我是吧？我看他都压死我了。和我并肩作战吧！跑得有点快呀，那边有视野看到我们了。嘿嘿嘿，哎，啊，这是回城打盾打断不了他回城的，一定要扣他血量或者控才可以。阿谢都给他秒。这个跟石头人一样，直接一穿二，回来啊蓝宝 ，EQ 刷新大招，框住两个暴扣，过年了，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来个焚天试一下。他之前描述焚天是 1.5 倍的伤害，其实是 1.75 必爆，就是以前那个什么老板那个蓝切啊，不对，以前那个时候爆击率是 2.0 的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无尽很拉的原因。以前无尽的话有多 50% 额外伤害，而且是在2的基础上，也就是 2.5 倍啊，现在是 1.75 加 0.4 的，也就等于 2.15， 比以前少了 0.35，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暴击很拉的原因。按照现在的换算的话，等于先找了一把现在的无尽。
这跟谁谁作对呢？这我攻击力起来了，昨天 A 爆一下很痛啊。爆！刀刀暴击。哦，爆一下。那我爆一爆，爆一包。你也爆，好像有点爽啊。爆！爆一下再回血，哎，只有最后一件能买，而且还得看情况。哇，你别说，有点爽呢。五杀错过，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啊。我还沉浸到这个焚天暴击的愉悦当中啊。刀刀暴击，有杀人剑的高攻击力，这爆一下不得了，感觉我在玩私服啊，充钱了，人民币战士。给个，五杀了，没连上吗？我去，唯五杀这波，crazy， 一个人打了三个队友的伤害，将近十万这把。今天有双倍亲密度啊。翡翠人机30杀。几分钟蓝宝闪现呢？我有点忘记了后面这一波吧。还没到吗？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我其实就是单纯的拆个塔，而且我大还没好。等一下，再看一遍。快速反应，感谢明天吃米线的龙年飞机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只能说这个狼堡他应激了，谢谢明天吃米线的飞机，谢谢。